这是上午，肩胛骨到这儿，哎，截止了，就这儿。上午呢，咱们现在大家呢就开始在上午的问题上要进行一些试验了，临床怎么做呢？就这个地方叫肩颈，你们互相按一下，疼不疼？互相按试试疼不疼。上午就是外观，大家啊摁完了，在我们的万怀针里边，如果在我们治病期间，万怀针单独成立的一个体系，我们在治病当中先摁这这个地方，这个啊还有一个肩颈这还有头这个地方上边，如果疼痛先用上午把它去掉，其他病都好去。我们呢在临床当中一二三四五六，就是咱们这个呢，就是说到这个还没说完是吧，看看六五，五是什么呢？三焦经外观。三焦经就治咱们肩颈和后肩胛骨疼。